大家好，我是 Peter。我觉得熊，我只想一早起来，从六点出发，台北来到台中。我想尽量戒掉我们要干嘛这个事。对，就你们现在我们要干嘛吗？每个 YouTuber 说我们要干嘛呢？那不然是我们。我们今天来到 SDC 失控安全培训中心，顾名思义呢，就是在你时常可能车子开快一点，不管在弯道或是哪边，你可能开过头，车子即将失控了，你要怎么把它救回来？其实子祥，我们好像不大会有这个问题啊，因为我们车没有像小黄这么快，所以今天我很开心啊，因为我时常失控。你说开车还是开？嗯，其实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，就是来教你怎么甩尾。哎，我很期待，从以前就很喜欢看闪电霹雳车。这一次他不会开手排车，不会开手排车又怎么样？那是一个情怀，你知道吗？是一个情怀。你还会开吗？我会开。好，反正今天就来这边体验一下。我们要不要请教练进来介绍一下？让我们欢迎仁哥。大家好，我是 SDC 失控安全驾驶王教练王玉仁。我不会开手排车，那我还可以学吗？可以可以，那我们今天也是有准备自排的教学车。像我马力小也会遇到有失控的问题吗？当然会啊，马力小的时候有可能是在雨天啊、湿地的时候啊，或者是你今天是为了一个闪避车辆做了一个重心破坏的动作。重心破坏，所以这些都是你会教我们怎么去把它救回来。没错，因为我们失控有很多种类，并不单单只是甩尾或者是推头。那失速开得很快的时候吗？那列车呢？对啊，啊，那个是僵尸，那个跟我们今天主题不太一样。肛门怎么了？好了，反正我们现在就是先流程是怎么样？我们先上课，没错。Okay, 那我们去上课吧 ，Go。我觉得你先，我觉得我们三个人里面，你可能要学最久。他刚刚一听到他先，然后他就先去拉屎。哇，我超紧张嘞，下去了啦，不要怕了，先戴安全帽啦。而且我刚才上课好像没有认真上哎。我知道，因为你刚刚都在干话啊。他刚在群组里面说什么吗？说什么？他刚用手机，他说现在在上历史课吗？反正我们打滑，方向灯先打就对了啦。我刚刚有听到一个重点，就是手放开。好了，我要上车了，来喽，加油啊！我安全带是可以系的吗？可以系着，可以系。只有一条吗？好啦，待会见哦，拜拜。不要紧张，不要紧张，我超紧张哎。我们都慢慢开而已 ，OK 的。小菜一碟，我们这接下来要教的第一课就是起甩，三要件里面的第一项方向。第二项让车起甩，第三项就是反胎。我们先不做反胎，我们先把转速控制好，方向盘转一圈。下一步动作，我们油门全踩。全踩完之后，你要身体去感觉车子一甩起来那一瞬间，油门就要退一下，退一下再踩，退一下再踩。对，为什么要退一下？因为我们车在起甩那一瞬间，1600公斤的车子被你的动力推出去，那个力量大不大？很大。退去这一瞬间，后轮抓地力是完全丧失。这个时候如果油门还踩着的话，它就会直接spin一圈。好，来，一二三，油门全踩。好，刷起来，收完，再踩。好，控制视线到，我先踩，看转速表。怎么样？这就是第一步，我们要做的起甩动作。换你试试看了。现在林子祥要开了，可是我觉得他可能会先熄火，所以我很期待。来来看，他现在在绕圈吗？刚开始不都这样吗？哎呦，哎林，我觉得我们要过来一点。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，有哎、欸。很烂哎！成功了！哎，志祥，原来你是封建准人呐！哇！甩的还算不错哦，还不错哦，是不是？他们认真觉得 OK 吗？认真。我们刚在外面，对，我们有出乎意料。你先讲一下感想。好乱啊！我一开始会担心危险，可是后来想说，欸，教练会帮我拉手刹车，所以我根本不用担心会危险。那我们进阶下一步动作，反胎有多重要？我们来做一个实验给你看。好，例如说我们在开山路之后，我们车失控了，失控的时候我们油门一直补着，好，注意看啊，来，方向盘怎么转？没有用，你看啊，刚刚看到了，哎，
对，他马上瞬间转了好几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时候他就会变反胎，变反胎之后，我们全轮就会有循迹性。它在还有惯性的失控中，我们可以控制车的方向。所以说，我们接下来要教的就是反胎。开始甩的时候，先是绕个三圈，油门补足，放开方向盘。这个时候的方向盘就会反胎。下一步动作，抓着方向盘，赶快向内修，油门再回复视线到底。二三 ，Go。晕，好，对，你自己开比较不晕，好吧？你自己开一看，好吧？来，好，先换我了。好，来，先定了一圈，定一圈就可以了，这样子就可以定着。好，你定着不要动哦，油门全踩。一开始我们绕锥的时候，我们先离它一点距离，毕竟我们这个油门它不会很轻快，有马力不会很大，它会有一个 lag 的时间。这个时间我们从外绕到内的时候刚好起甩，起甩之后我们帮忙往内一修，油门就给。来，一二三 ，Go！ 起甩，我们修。好，帮你试一下啊。油门给的不够大力，第二下油门给的太少，它变成会往外跑哈。是，来 ，Go！ 来，油门多点，油门多点，放一下，对，好，再来，油门多点，多点，放一下，来，放一下，对，好，来，油门多点，油门多点，油门你都要掉到4000以下，来，一二三 ，Go！ 来，油门多点，来，来，对，很好，来，对，再来，过了，过了。现在发生一个突发事件，有点中暑。我们赶快好不好？片场，现场。为什么是你啊？因为我们老大身体不太舒服，有派我上场。我要干到有钱跟林子祥。我们等一下有个评分赛哦。等一下我们的评审就是金金哦。金金。他等一下会坐在我们副驾，然后。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幸会。我手在抖，你知道吗？对，等一下我第一个。我手在抖，你知道吗？你不要一直抖。等一下他坐在我们副驾，然后我第一个。下去，我直接开回台北。你不要用我的梗好不好？搞笑。好，没有，他坐在我们副驾，然后评分哦。他评分，我们甩尾。好，那我们等维安学完，我们就直接来比赛了。好。好，我们现在是威翰要先上，对不对？准备看谁漂移的比较漂亮。对，比较漂亮。我有信心。每个人会有前三圈的练习圈，然后后面就开始算10圈。
厉害。这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，不玩了。好好好好，有有。棒。下一位，下一位。棒。你刚练鞋状还好一点，不错不错。我跟你讲啊，不是车的问题，是人。对，换下一位参赛者。哎，第三位参赛者自我介绍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绅士皮的子祥。首先，你好。他看起来很有自信。没有，我很紧张，因为小红状况太好，安全带还是先系好。这个没有安全带了，不用了。真的吗？我保护你。很好，我也要被保护。所以我算第二名吗？我跟你讲，对对对对，所以我算第二名。第三圈就大了三角锥了，好，所以一二三，对，所以我还是变最后。对，当有女生在旁边，你越不能觉得你旁边有东西，一定要保持你心里的干净。你的三角锥呢？那是撞锥了啊，太可惜了，视线不好。比完了，不错，我有个感想。你千万不要觉得旁边有异物，任何东西，不管是什么虫啊、什么鬼的，你不要觉得你旁边有东西，这样你会分心。分心分心。那我们先请仁哥，那我们先颁发最后一名，就是拿摄影机这位。等一下来，试太少了不算啊。再打，再打，真的很不珍惜。那就代表尤杰恩还是最后一名。可是我只有甩一次，然后。哦，对对对，情有可原，情有可原，你真的是情有可原。我甩一次，哎，他冠军就是唯一没有撞到对的这位。厉害，不错，所以蛮厉害的啊，太厉害了，他也不错，哎，讲出来了，他一边甩尾还一边聊天，你看教练怎么讲的，对不对？我刚才其实都在聊天，他在那边，他一边甩一边耍赖的 QR code 这样子，对吧？哦，难怪比赛真的是以比赛规则为主，对，看年轻，看年轻，私下再说，所以我们后来一个。压轴，压轴是双车追走，体验一下很 T1 GP 里面比赛双车追走那个刺激的感受，全速前进。今天也差不多到这边。今天是我今年里面觉得我的血液有在流动的一天。反正我们今天学到非常多东西啊，学到最重要就是，当发生危险，你知道该如何应对。真的是变成一个肌肉的记忆耶。对，就是真的，我知道失控我放，就觉得很神奇就回来了。其实我很想参与他们的话题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在讲什么。反正小红基本上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啦。对，我也觉得你是我的第一名。对啊，那你也是我们心目中的第一名啦。怎样啊？我呢？今天也是，我们今天特别感谢仁哥，对啊，晶晶，对，追踪他们的粉丝专页，追踪 SDC 的社团，还有晶晶的 IG， 对，来别忘了追踪我们三个人的 IG。好，喜欢影片别忘记订阅、分享、点赞。我是小红，我是子祥，我是真，我是阿仁，我是晶晶，拜拜，拜拜。